好像落到了我的心底。我来找您回去，不是为了让您训练我，也不是要让您帮我拿冠军，我是来找您回家。有一颗轻轻依靠着你的心，特别是兄弟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你忘记这个事情，你然后用事情再当了借口，再用这个借口来欺骗自己。你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你还想害死白草吗？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。